好，那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就来现在开会哈。那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的这个公听会，那有建议呢，这个国内呢公司部门对洗钱防治呢仍嫌陌生。那现行法的关于洗钱防治的这个洗钱罪的这个范围跟洗钱防治的措施呢，尚未呢完全跟国际的接轨。那洗钱犯罪行为的太阳也不完备，而且呢门槛过高，所以对有遭利用进行洗钱的这之余的这个非金融机构或是个人呢，也未能充分的纳入到这个洗钱防治的体系，那造成社会民众那对金融机构还有司法机关的一个不信任，以及呢被害人的财产难以回复，那也影响到台湾整个一个国际的形象。那行政院呢及本院的委员呢都提出修法草案呢，那多达九案，那为了使本案呢在未来审查的时候能够凝聚共识，那化解争议，解决争点呢，所以呢有必要来听听专家学者的这个意见呢，来作为一些修法的一个参考。那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对象呢，当然我们是以就是说在这个洗钱防治法里面，除了这个所谓的金融的这些的从业人员，金融的这个行业要列进去以外，其他非金融的这个业务者呢，也包括一些专业的人士，包括律师、公证人、会计师、建筑师等等，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在从事他的业务的时候，那当然这些人也列入到洗钱防治，可是事实上所有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呢，他在他职业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对当事人保密的义务，那对于在他的职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那对于这些的冲突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衡平，怎么样来解决，以及呢就说这些的专业人士他有所谓的自律，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自律跟今天我们的洗钱防治法所有的都必须要来跟调查局报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的冲突，我想今天就希望说能够听听各个专业的工会那你们的看法，以及呢专家学者对这一块的看法，那让我们能够凝聚共识，才有办法呢把我们的洗钱防治法能够把它修订的一个更完整。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今天出席的这个专家学者以及在场委员还有列席的政府官员。首先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出席的专家学者第一位是我们依照签到的顺序，第一位是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林瑶律师哈，然后理事纪更燕律师，那第二位是淳安法律事务所的卢伟明律师，他同时也是台北律师公会负责这一块的律师，那第三位是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法规法务委员会的委员何淑敏何委员，也是何会计师，还有研究委员张永宏张会计师，那第四位是中华民国地震士公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高清明高理事长，还没到，那秘书长陈文旺陈秘书长，那第五位是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吴教授，第六位是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的李杰清李教授，第七位是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的吴英德吴教授，第八一位是民传大学社会与安全管理学系的张德恩詹教授，那第九位是台北地区公证人工会的周嘉莹理事长，那第十位是蔡坤周蔡律师，有没有专家学者没有介绍到的？还有几位还没到，那等一下他们陆续到的时候我们再陆续的介绍。那下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政府机关的代表，首先我们介绍法务部检察司的司长林邦良林司长，司法院刑事厅的郑尧忠郑科长，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的徐吉志参议，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专门委员陈守汉陈专委，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法政处研究委员何达忍何先生，
财政部关务署主任秘书陈长庚陈主秘，赋税署副组长陈永胜陈副组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银行局局长王丽娟王局长，证券期货局 副组长尚光奇尚副组长，中央银行法务室的主任吴坤山吴主任，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处的副处长单培祥单副处长，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吕春长吕副局长，卫生福利部的保护服务司科长胡木兰胡科长，经济部商业司专门委员许福天许专门委员，智慧财产局法务室林清杰主任，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废弃物管理处检任计证邱继明邱计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陈尤佳陈处长，由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暨法令遵循室主任杨慧华杨主任，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明陈专门委员。好，那有没有没介绍到的？都有哈，都介绍到了。Okay. 那我们现在也介绍我们的在场委员哈。啊，首先我介绍周春明委员。哎，不动产。哦，抱歉 ，OK， 抱歉，中华民国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法规会主任委员唐雅雄，唐飞雄，主委哈，那副秘书长刘元龙，有副秘书长，还有没有漏掉的？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继续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那另外一位是许淑华许委员。我们另外一位赵伟哈，好，那现在请宣读公听会的讨论提纲。讨论提纲：一、洗钱防治法中所称重大犯罪之范畴与界限；二、指定非金融事业人员法规上申报义务与职业上保密义务之冲突及调和；一、申报义务之适切范围为何；二、若有条件排除保密义务是否有当，若然则条件为何。三、针对草案第十条疑似涉犯洗钱如何认定。四、申报单位应为法务部调查局或各职业工会。五、因申报而未申报应为行政责任罚锾或亦或工会惩戒事由。三、与其他法规之交错适用问题，如刑法诈欺、加重诈欺等。宣读完毕。好，那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呢，有几点说明。那请专家学者呢及相关团体代表先发言。那发言的顺序呢，我们就依签到的先后次序。那如需提前发言的话，请先告知主席台，那我们会予以调整。那第二呢，本院委员呢，按照登记的先后发言，如陆续到场，那本会呢，本席会穿插其委员请委员来发言。那第三，最后呢，会再请政府机关来代表发言，那针对学者专家的这个还有委员的意见呢，来加以回应。那每位学者专家和委员的发言呢，时间是8分钟，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那请各位尽量控制时间，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进行第二轮的发言。那首先第一位，我们就请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纪更燕纪理事来发言，请到台前。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的先进，大家好。那就今天的这个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的这个内容的部分，这个讨论提纲的部分。那我们以代表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做一点意见的表达。第一个，就有关洗钱防治法中所谓重大犯罪的这个范畴与界限。那以往的旧的目前现行的洗钱防治法的内容的部分依照所有修正案的内容都认为说可能过轻，所以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有关于这个部分可能都有
把这个范围加大的情形。那我们其实就重大犯罪的这个所谓范畴跟界限，我想一般来讲应该都是比较没有争执的。那比较有争执的部分，我们认为是第二个部分哈。第二个今天的讨论提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指定非金融事业人员在法规上申报义务跟职业上保密义务冲突跟调和。那以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立场来讲，律师我们是不赞同啦，好，我们是不赞同列入所谓的这个非金融事业人员，然后规范在洗钱防治法上。但我想这个依照我看了各个修正草案的说明哈，然后有写到这个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之后，都有牵涉到律师事务所，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在所难免哈，在所难免应该也会被纳入。但纳入的时候，我们希望各位能够考虑到几件事情哈，因为我们认为说，在申报第一点的部分，申报了一事件范围的部分，我相信在国际上的 FATF 的部分，就这个部分其实它已经有规范了，它有规范在几种的律师参与几种的这个范畴之内的行为的时候才有申报的义务啊。它第一个是不动产买卖，第二个是管理客户金钱股票账户，第三个是管理银行账户存款或证券账户，第四个就是就公司的成立营运或管理的部分，那第五个是法人组织或信托的成立营运管理跟企业的并购等，律师有参与这几项的业务的时候才有申报的义务。那我想在本次的修正草案中好像没有看到这个部分，那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既然国际上已经实施这么久，那我们认为说应该只是仅止于这几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律师所参与的业务都适切适合来做一个申报。那第二个部分就有关保密义务的部分，目前的修正草案的内容我们是比较没有意见，我们希望的是完全免责，完全免责，因为律师本来跟客户之间就是有一个很高度的信赖，高度的信赖关系存在，我们才有办法承办这些律师的业务。但如果说今天用法律的方式要打破这个信赖的关系，那我们认为说就这个部分应该要给予律师完全免责，因为否则的话会违反了我们自己的律师职业的规范，以及就是律师伦理规范的第33条的规定。那接下来部分就是说这个修正草案中还没有就律师的部分少了一个考虑点，我相信应该会计师的部分也应该是有相同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今天申报了，那我们依照这个申报义务申报了，那我们对当事人的部分，对当事人部分应如何处理？我们是不是可以揭示给我们的当事人？要不要揭示给我们的当事人？说我这个部分有申报了，如果没有揭示，该如何？该如何？那这个部分可能修正草案的部分也没有。那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要准许我们也揭示给我们的当事人，好，揭示给我们的当事人。那就草案中第10条有关疑似涉犯洗钱的这个部分。这疑似要如何认定？我认为说这个部分，我们就律师的部分，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你要不要申报的一个风险评估。那这个部分应该委由要申报有申报的，将来法律上有申报义务的人来判断他是不是应该风险评估。第四点跟第五点是我们工会比较坚持的部分哈。第四点的申报单位是法务部调查局或各职业工会，或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律师是一个律师工会是一个高度自治自律的团体，高度自治自律的团体。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申报的单位是由各工会各职业工会，就是我们律师工会来作为申报的单位。就这个部分，其实在外国的立法部分，事实上在香港的部分申报单位没有错，可能是政府单位，但德国的部分申报单位就是职业工会，就是职业工会。那我们认为说在职业工会的部分基于一个团体的自律的精神，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申报单位是由各职业工会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因申报而未申报的部分，现在目前的修正草案中是有关这个部分是用所谓行政责任罚还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认为，其实有没有用到
行政罚锾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们认为是应该回复到由工会来作为一个所谓律师惩戒的一个事由。那事实上，在香港跟德国他们的实际上做的一个方式，在纵使是有定了这样的东西，其实律师自行申报的案件数也是非常少哦，非常非常的少哦，非常非常少。那因为这个就是个人的这个我们讲每个职业律师的一个风险评估的部分。那事实上申报了也不代表他就有洗钱嘛，那不申报也不代表他就是洗钱。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部分应该是把这个申报的没有申报的这个责任，应申报未申报的责任，由工会来做一个处置，应该由工会来做一个处置。那我们认为说，既然是一个自治自律的团体，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部分立法，希望立法委由我们律师工会来做。那我相信，如果有到香港跟我们有到香港跟香港律师，做一个沟通的时候，香港律师工会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缜密的一个指引，交给每一位律师。那律师就是这个指引里面有讲到说，你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申报，如何申报。那这个部分，我想，香港做了这么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既然人家已经有实行有履行了，也没有什么不能做或是不妥当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是否可以考量这个部分不要由行政权介入职业团体，而由职业团体自治，然后由以工会惩戒的方式来做。那有关其他法规交错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是属于刑法的问题。然后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来讲，在洗钱防治法的这个运作之下，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律师工会本身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了。那主要就是我们还是一样，针对第二点的部分，就是有关于申报义务跟职业上保密义务等等的这些事项，我们希望由工会来主持。以上，谢谢。谢谢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那下一位，我们就请淳安法律事务所卢伟明卢律师。主席、各位委员、各在场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卢伟明卢律师，那我同时也是台北律师工会公司治理及企业并购委员会的主委哦。那这边我有几个意见跟这个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有关于律师要把他这个列入洗钱申报的范围那基本上我们的立场也是反对的。那但是因为其实我相信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阻挡的一个趋势虽然说我们的立场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些话必须要讲，因为其实事实上，在这个 FATF 他在做这个洗钱，把这个专门职业人员列入洗钱申报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如果说大家可以，因为他这个其实 FATF 刚才这个全联会的这边这个有说到就是说第22项的这个建议它是有限定范围的，例如说。刚刚有讲到说，例如说不动产你有碰到资金或者是有企业并购这种情形的话，限于这些情形的话，你必须做申报。可是这些其实是有前提的因为其实他在这个第23项的这个建议里面的注释他特别有讲到，在资讯系于这个专业保密或法律专业特权之下取得者没有申报的义务，而且他特别强调由各这个。必须要由各个国家来界定哪些事项是属于专业保密及法律专业特权的范畴我这里必须以这个，因为我是身为律师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律师方面，其实世界各国都有一个权利就是说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就是律师客户的专属权利那其实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我们看一下律师伦理规范第33条要求律师对所受任的事情必须要严守秘密。然后刑法第316条说，律师不得无故泄露因业务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的这个资讯，不然会有刑事责任。这个当然316条还包含其他的专门职业人员那这些看来其实都是对律师对专门职业人员的一种义务。你有义务，
你要保密，你不能把资讯泄露。可是事实上，大法官释字654条，654号啊，它其实是要保，为什么要有这个保密的权利啊？其实它是要保障，当你的当事人来找你的时候，他必须要能够安心的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如果说你随便就把东西讲出去的话，那这样子客户的权利就会受到影响啊。可是事实上，在国外啊，所谓的这个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它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完整哦，包含例如说你政府机关啊，不可以无故的来搜索、扣押律师事务所。当然，这每一国有不一样的规定啊。可是像例如说日本可以搜索律师事务所，可是事务所可以拒绝扣押；德国可禁止政府对刑事辩护人为搜索；加拿大也禁止对律师的搜索扣押哦。那其实事实上，台湾的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其实是非常不完整。除了在刑事诉讼法有这个拒绝证言的权利以外，其实检调单位是可以对律师事务所来做搜索。就是我们如果说在这个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就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完整的制度之前，其实要来贸然来实施说律师你必须要把客户的资讯做申报啊，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而且其实正是已经 exactly 的违反了 FATF 他的要求。他希望说你的政府你必须要先把哪些东西是属于，例如说你律师专属权，它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你什么东西是必须保密的，什么东西必须是要可以揭露，这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建立。那其实同时当然我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可以修改律师法，就是让律师或者是其他专门职业人员，他在某一个程度之内、某一个范围、一个清楚界定的范围之内，他可以免于司法单位的搜索跟扣押。当然我知道说目前实务上法院都是还蛮自治的哦，可是我觉得说基本上如果说这个制度将来要申报制度要执行的话，律师客户的专属权啊，台湾必须要有这个观念必须要建立，而且制度必须要完整，甚至必须要修到律师法。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透过这个自律组织啊，欧洲人权法院啊，他其实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啊，他有做一个判决啊，他说为什么这个法国他是要把这个律师的申报是透过这个自律组织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说政府的手啊伸进去这个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这个禁制的领域当中啊。因为如果说律师他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往政府那边申报的话，其实客户的资讯啊以及保护啊完全没有办法，没有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到客户的这个他的诉讼权啊。但是是不是要在台湾这个申报，到底要跟法务部申报，还是要跟这个律师工会啊、各个自律团体来做申报啊？其实这东西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今天我是个人认为说，在工会的话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可以保护这个我们的这个律师的这个权利不要被司法单位介入。那可是啊，就是说这个工会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权利来审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会不会像最后变跟德国一样，你只要报过来，我通通都报出去，因为没有人敢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说，如果说要让工会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我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某一个程度，让这个工会也必须有一个免责哦？不然每一个委员都会担心说，那这个东西我到底要不要报？大家都怕责任，所以后来通通都报出去，那这个制度存在一点都意义都没有哦。那当然是，如果说由工会来做这个审查的话，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很明确知道在这个产业当中什么资讯是可以对外讲的，什么资讯是不能讲的。如果说在一个有洗钱嫌疑的情况之下，他到底有没有违反 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这个律师工会因为他这个产业当中他最了解，如果有违反的话，那其实就由律师工会以惩戒或其他的方式自律的方式来做处理哦，而不需要动到这个国家的刑事司法手段啊。那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地方啊，因为我看到这个草案的修改啊，其实事实上，因为我们本来的这个洗钱防治法，它是建立在金融机构的一个申报制度上面啊。可是如果说这样子套上去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太过于粗略啊。因为其实事实上，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它在做洗钱申报的时候，它是针对目前正在做的一个交易啊。它其实大多数它不会知道过去当事人做了什么事情啊。可是，在国外的洗钱申报啊，很明确的，他的界限就是说，为了要能够帮被告辩护，所以说过去发生的
犯罪事实哦，是绝对是不能够做申报的。你要申报的是这个客户他跑来找你说这他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就觉得哎、欸、这个好像有犯罪的嫌疑，所以说你就去做申报哦。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分将来跟过去。可是如果说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八条直接就把它套进去说、哦、包含这个其他的机构的话哦，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个客户来找你，然后来谈一个案子，可是你不小心知道他的另外一个案子，那案子已经结束了，你要不要做申报？所以说这个法条绝对不能够像那个第八条现在这个草案一样，就是把它这样子把它套上一个当事人就把它加上去哦，这个非常的危险哦。而且事实上像这个德国，它其实是采取更高的标准哦，它不只是它不能够只是说你认为你有怀疑说有嫌疑你就要去做申报，你必须是要这个知悉啊，很明确的知道啊，你觉得说这样是绝对是不行的，你才需要把这个案子把它报出去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今天这个律师跟特别职业人员必须要把它规划进去的话，一定要做一个缜密的一个修法啊，而不是说直接就把这个现有的这个框架拿来，然后就把这些人全部套上去，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谢谢。好，我们谢谢淳安法律事务所卢律师。好，第三位我们就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何淑敏何会计师。主席、委员还有各位长官哈，我是那个代表台北市会计师公会的那个全国联合会哈。那针对于今天的那个讨论的内容的几大点当中，当然第一项是属于重大犯罪的部分，以会计师的立场，我想我们就尊重律师的一些意见哈。那我这边的话，主要是先针对于第二点哈，就是指定非金融事业人员法规上申报义务与职业上保密义务之冲突及调和来做一些说明哈。那当然首先还是要叙明一下，就是以会计师的立场，针对于洗钱防治法要把会计师纳入，其实我们也是感觉到惊讶哈，所以惊讶就是表示也是不欢迎哈。那当然以目前的法令既然已经在里头的话，那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些做法的话，可能是针对会计师方面能够做到的话，尽量能够去符合啦。那我们也了解，其实我们的主管机关是金管会，他在2016年的5月23号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函文哈给会计师工会，他也是针对会计师的洗钱防治的话，他是希望我们定出一个所谓自律的规范。那当然会计师工会其实也很认真，已经针对这个部分把它列出一些规范的范围。那当然其实以会计师一般的会计师，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财务报表的审计审核，所以如果其实以惯性来讲，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企业它的一些事件都已经发生以后，我们续后再去做一些查核。所以如果以针对洗钱防治，其实某层次有时候应该是比较针对所谓行为实点。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在实务上，例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说1、2、3、4、5的五项哦，第一个像买卖不动产，第二个是管理客户的金钱证券，第三个是管理银行储蓄证券账户，第四个是相当于是提供公司创立的营运或是管理服务，第五个是法人或是法律协议之设立营运买卖事，就是这五项当中，事实上它并不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所谓审计的财务报表的一个整体的范围，而是通常是比较有属于特定事项发生的时候才有这些几率发生。那当然以会计师的业务，我们讲到买卖不动产，这个当然这个大部分应该也是不动产经纪人他的一个服务范围。那以会计师而言，我们大部分应该可能是提供一些有关于税务啦、咨询啦这些的。所以说如果以客户真的在做不动产的买卖的金流而言，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不一定会碰触得到哈。这是先叙明。那包括说我们比较平常会做到的，像帮公司去做设立好了，设立他可能说股款有多少要进来。那至于股款这件事情，当他投资人要存，例如他要设立一个1000万的公司，他其实钱也是透过金融体系，他已经流到那个银行账户，然后经过会计师再去审计他的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进来。所以呢，如果说以这个
设立时的资金而言，其实前端既然有金融业已经在做了，那会计师为什么还要再去重复做吗？所以其实这个一点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觉得是有点点矛盾之处。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对于会计师被要求要去做申报，我们到底他的所谓时点是何时，其实我们是也产生有一些疑惑了哈。那哦好，那再讲回来的就是说，如果会计师还是一定要被要求申报的时候，至于这个申报的形态，或是甚至于以后有关于发生的所谓比较不法的话，所谓调查权呐这些的意见的话，就是后面几点在谈的，就是说如果调查的话，到底是以法务部还是以我们会计师工会为主来调查的这样的议题。那以会计师工会的意见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其实以目前来讲，因为这有时候会牵涉到不法的调查权，可是会计师工会严格讲他其实是没有所谓的调查权的这样子的权利，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如果真正有牵涉到不法，是不是应该还是由那个法务部去调查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那另外到最后是说，以万一有涉嫌的时候要去惩戒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做我们的看法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用订所谓自律的规约来做规范我们会计师的一个一个这种洗钱防治法的一个行为的话，那到时候要做惩戒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还是回归由工会来做一些自律的一些流程或是程序哈。所以简单的，我们先针对会计师工会的意见呢，先续名到此，谢谢。好，我们谢谢中华民国会计师工会哈全国联合会。那下一位我们就请中华民国地政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陈文旺秘书长。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在场的各位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地政士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秘书长，我叫陈文旺哈。那针对今天的那个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的提纲的部分哈，那我仅就代表中华民国地政士全国联合会哈，做以下的报告哈。我想就是说，这里面三大题里面哈，可能跟地政士比较有相关的部分，应该是第二大点了哈。那我就针对第二大点的部分哈，依序跟各位做报告哈。首先就是有关于申报义务事切范围这个部分哈，我想就是说，在这个会议的资料里面哈，行政院版的第五条，还有就是说，应该这个可能是会资料里面有没有？可是就是说在院会资料里面有哈，就是段宜康委员他们等十八人哈所提案的那个草案哈，也是第五条这个部分哈。那前面那个部分是就是说把这个专业人士哈，把它当作是一个要修法以后要用指定的方式来纳入洗钱防治法的规范。那后面的段宜康委员的这个版本的部分，第五条第二项的部分，直接就把地政士纳入哈当要规范在洗钱防治法的范围里面哈。我想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一个金融事件，还有社会媒体，还有就是说整个舆论的那个关注哈，我想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一条龙的这样子的不动产的，就是说有关于前面是仲介，后面是地政士，好，这个来办理的部分哈，既然仲介业在立法理由里面都已经是纳入说要纳入的话，我想地政士可能就是说要纳入这个洗钱防治法的规范这个部分，我想应该这个比例应该也是蛮高的了哈，所以我做这样子的，首先做这样子的预设了哈。那当然第二点要提到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如果我们的国家政策上面需要这样子的制度来建立的话，我想就是说大家只要是每一个国民或专业人士，应该是义无反顾都要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哈。可是这里我要特别就是说呼吁跟提醒的部分哈，我想就是说站在地政士来讲的话，可能各位不清楚，就是说我们在
内政部在102年跟103年的时候，曾经有两次的函释哦。它函释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最主要就是土地法37条之一，还有地震司法49条、50条，有关于违业的这个部分，好的一个认定。那我简单讲，就是说这个里面的意旨，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就是说有一个代理的能力，好，那如果照民法规定的话，只要限制行为能力人，还不用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哈，他一年一个人哈，在同一个事务所有2件的可以代理，这个代理哈没有学历、没有亲属、没有任何，只要有代理的能力就可以代理。那一年的话，同一个事务所5件以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超过这个范围的话，好就可以代理送件，好任何的土地登记的案件都可以代理送件。那等于就是说，讲比较夸张一点，等于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当地震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有的法治的体制面来讲的话，那如果说我们日后，好，不管是现在或者是日后，洗钱防治法好把地震师规范到这个里面的规范对象的时候，那会不会产生一个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想要洗钱的人不会来找地震师办理代理送件，他一定就是找非地震师未具地震师资格的嘛。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地震师工会这里真的是要呼吁我们的行政单位跟立法单位，如果我们真正是要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洗钱防治的一个规范跟一个防线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好，那不仅就是说是一个漏洞，其实这也是就是说在一个宪法保障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工作权上面，好，没有划定一个界限哪个部分。好，例如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部分，就是说以市级来讲的话，比如说是记账事法的34条，还有不动产经纪业的32条的这个部分，好，他们也有一定的法定业务。好，他这个法定业务只要没有证照制度的人就不可以执行。好，可是反观地震师的他的地震师法的49条、50条的部分，并不是这样子的规定，他是用这个违业这个部分来代替。好，不只是就是说刚刚讲说一年2件，然后同一个地震事务所5件以外，就是说你只要不要有报酬的问题哈，就可以代理送件。那我们也很清楚，就是说民法535条的规定，有关于委任的规定。有没有报酬，只是就是说这个受任人哈执行这个委任事务的那个注意物的高低而已，好，不是就是说有没有代理这个或者受委任这个资格的判定的一个基础哈。所以地震师工会这边哈，其实也一直呼吁，就是说这个两个函释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再做解释，或者是说这个法令的部分哈，应该再去研修哈，使得这个在整个证照制度，或者说现在要提到这个洗钱防治的这个部分哈，是能够更完善的部分哈。那以上就是说是针对第一点，就是说申报义务事切的部分哈。那第二点有关于就是说是不是有条件那个保密义务这个排除保密义务这个部分哈。在我想就是说我们地震室就是说收集处分跟利用这个客户的资料，最主要就是要办理不动产的过户。那相关的受到制约的部分，应该就是说这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的19条跟20条，我们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可是就是说在105年8月15号，好，那个法务部这边有一个解释函哈，有提到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对于疑似洗钱的那个事项哈，如果说是一般性，好，然后是常态性、全面性的，好去做申报的话，这可能是会有违反个资的问题哈。我想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会资料里面也有附那个法务部的一个函的意旨哈，所以。地震师工会这边认为，就是说，如果是采行有条件保密义务的话，可能就是说会使地震师哈
动辄得咎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应该是采行现在第八条第九条这个部分是全面的免除这个保密义务的话，可能这样子的话对整个洗钱防治的推行的话可能会比较周延一点。那第三个就是说有关于草案第十条的疑似洗钱的如何认定的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就是说因为原来的草案的部分原来的规定跟现在草案的部分都是规范由就是说业者跟不就是说由主管机关就来督促就是说我们业者来定定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适切，不会自爱难行。第四个的部分有关于申报的单位应该是由哪个单位，因为我这里跟主席做报告，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各地地震师工会现在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跟财力可以来受理这个，另外就是说会务人员也不是专业的那个法律专业的法务的人员，所以应该难以胜任了。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就是向法务部报，那其实最终极的就是法务部调查局是最终极的受理单位，那如果由工会来报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有一种叠床架屋的感觉，而且就是说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那种泄露秘密的那种问题。好，所以我们工会是认为就是说还是应该是循着由法务部这边来申报可能会比较合理。好，第五点就是说是不是有关于就是说是不是要用惩戒法或者说行政法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申报疑似洗钱的这个部分不是经常性那个甚至就是说是反复性的，而且这个也没有规范在地震师法十六条的那个地震师的法定业务的范围里面。好，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就是说用行政法的话应该是比较恰当。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地震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陈秘书长。那下一位我们就请真理大学法律系的吴景清吴教授。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那我先针对提纲的13、提出一些疑问、那首先就是这个第三条重大犯罪的列举、那它第一款由原来的最轻本刑5年降为3年、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就是针对列举的部分、就是说在列举的部分目前除了这种列举犯罪、现说它的这个适用范围的、除了这个洗钱防治法以外，还有证人保护，还有通缉保障监察法。那是不是呢？因为在其他这两个法哈、关于呢那个最轻本刑3年是一样的，但是其他列举的部分，我认为啦，因为这三个法哈、有联动性啦，所以呢，我是觉得哈、可能在考虑这个列举的部分的时候，可能不是只有动洗钱防治法，同时也要把证人保护法跟通缉保障监察法一起做考量哈、这个是第一个。再来就是说哈。目前因为你降为3年以上，所以下面列举的罪我觉得包山包海啦，那是不是符合所谓的重大犯罪，我可能就有点疑问了。那当然原来的那个条文的第二项针对像政府采购法的犯罪或者是诈欺的犯罪，他要500万以上才会列入重大犯罪，那现在他把那个金额拿掉，这个当然是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啦。那但是如果说呢像第五款那包山包海的话，那是不是要限定呢？因为洗钱方式它最主要针对还是集团性、结构性、组织性的犯罪，所以是不是也要针对这些列举的每一款是不是要，尤其它的法律性如果说不是很重，比方说像诈欺罪5年以下的话，是不是要考虑附加像集团性或者是长期性？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不，目前我看到这个行政院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重大犯罪了，那真的已经包山包海、那如果真的要这样，那干脆就不要列举了。那干脆就全部了，就包括第一款也删掉了。这个是有关重大犯罪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更麻烦的是我觉得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行政这个版本有点粗糙了。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像这个处罚论的第二条，那第二条本来它是规范那个所谓的洗钱的太阳，第二太阳，那它现在比较精致啦，把它列由2款变成3款。但是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个第一款为什么这个加上了意图啊？因为这个意图故意是比那个不确定故意跟确定故意更高一层级的。那如果我看一下整个的修法的方式，是想办法要把洗钱防治放得宽，而且感觉起来好像让减轻那个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哇，那你这样的意图那反而更难啦、
哦，而且更麻烦是一同样列哦，你同样在第二条你列了三款啊，第一款有意图，二三款没有。我是觉得我不觉得这个我在立法里我看不出来为什么第一款加意图二三款没有啦齁。而且我跟大家说如果说我们是我自己重大犯罪我来洗钱那后面那个洗钱的也没有意图那个不重要啦因为我这个重大犯罪后面那个那想也知道齁一定不一样那个有确定过不确定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为他人洗钱像第二条第三款的情况那个很明显讲的是主要针，我觉得针对是对他人起嫌。那这个部分呢，没有加意图哎，哦，那是不是要明知哦？至少呢，在这一款，我是完全看不出来他的一个立法逻辑啊，哦。然后再来就是处罚的问题哈，哦，就原来呢，如果是替自己的重大犯罪洗钱是五年以下，替他人是七年，那他现在一律改成七年哦。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没有像德国刑法261条哦，针对自己洗钱就排除掉洗钱罪，就是说我前面如果犯了重大罪，我替自己的重大不法所得，如果我去洗钱的话，那德国刑法是怎样排除掉洗钱罪的适用？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单纯哦。那如果是目前哦，不管是为自己他人都是七年以下，那我们刚才提到重大犯罪你要放的那么大。那到底哪一个重大，我就快搞不清楚了哈。那这个是不是要考虑到为自己洗钱？因为我们不能期待一个犯罪者不去洗钱啦，不去做掩饰自己不法所得啦。那在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考量说，如果为自己洗钱可以排除？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他人洗钱，老实讲，我是为别人作嫁，哇，为什么我可以判得比较重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立法者可能要进一步考量的。然后再来是这新的条文呢，也加上了未遂犯也要处罚哈。这个感觉起来好像这个好像也有某种程度在帮检察官哈降低这个举证责任。可是我很难想象洗钱的行为，因为它是行为犯，它的未遂有可能性吗？我一洗钱我就犯罪了，我有什么未遂的可能？这个我不懂啦齁。那反倒是齁，有一点呢，在这个草案里面，这次刑案版本里面没有考量齁，就是这个关于呢，我讲他未遂犯还是在帮那个检察官降低他的举证责任齁。那但是呢，我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呢，关于过失要不要列入处罚？那当然，因为我国的过失只有认识过失跟没有认识的过失，不像德国有所谓的轻率形态过失，所谓重大过失哈。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考量在当然刑法本文里面没有重大过失，可是在这种特别刑法里面，是不是考虑一下？哦，如果你为了要减轻，因为这个洗钱实在太难证明了，如果你要减轻检察官的举证责任的话，是不是考虑哦学习一下德国法，把那个轻率过失也把它拉进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那种举证的这个困难哈，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哈，哦，因为洗钱罪它是一个附属性的犯罪，那现在常常面临麻烦就是说啊，那个前置重大犯罪我没有办法去证明，那我可不可以单纯就起诉这个洗钱罪检察官啊齁。那目前这个修正草案的第四条第二项，他说不以有罪判决齁，哦，就是说你不需要重大犯罪有罪判决的才可以，检察官才可以针对这个洗钱罪诉追齁，哦。这个立法原则上我是赞同，但问题是啊，不以有罪判决齁，哦，为要件的话，好，那请问一下检察官如果只针对洗钱罪起诉，那他要怎么去，他还是要去证明前面那一个啊？而且呢，不以有罪判决，那可能有很多情况啊，有没有可能说那个前置的重大犯罪被不受理，或者是免诉，甚至是无罪？那如果前面那个是无罪的话，那检察官可以针对这个洗钱去起诉吗？所以呢，你加了这一条，我反而觉得有点画蛇添足，因为如果你不加这一条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空间可以解释。啊，你加了这个方式就面临了，那到底怎么解决齁？那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或许是刑法就是今年7月1号刚生效的那个刑法没收的规定，就40条第三项齁，哦，就是说如果说呢，对于那一个这个犯罪呢，他因为可能追诉权失效啦，或者是事实上的困难，我没有办法诉追或定罪的话，那是检察官是可以单独申请这个没收。或许呢，可能这一条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哦，而不是呢用这个本什么不是不以有罪判决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啦齁，哦。然后再来是跟其他法律的问题啦齁，哦，就是说除了刚才我讲说为自己洗钱哦，这一种到底洗钱方式法要不要在这个条案里面直接做解决，还是说留给司法具体个案哦？这个是要考量的哦。然后呢，其次就是说，我觉得更麻烦的是在洗钱方式法里面，可能这个有联动性啊。我们往往都只说啊，这个发生的赵凤案啊，我们就赶快只修洗钱方式法。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在赵凤案里面，更大的问题啊，
今天哦，造犯就算才有前置重大犯，我们的检察官真的比美国 FBI 还厉害，什么都还厉害，找到那个前置犯罪，还要起诉这个蔡有才好了哦。那前这个不，我跟你们这个也刑法效力不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刑法第七条啊，他罪轻本刑要三年以上，意外犯罪要三年以上啊。那目前呢，你这个洗钱防治法这次修正也是七年以下，根本不这个要件，根本不能处罚、啊。所以呢，现在就面临说，因为现在的洗钱几乎呢不大可能在国内。根本不留也不会留到台湾，那都是意外犯罪，那你怎么解决这块？尤其是如果重大犯罪也在外国，那洗钱也在外国，那到底你怎么办？所以呢，我是觉得在洗钱防治法的同时，也应该同时去修正刑法第七条，因为刑法第七条不是只有在洗钱的犯罪问题，从今年那个什么肯亚啊什么什么事件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应该也要马上去考虑刑法第七条的修正，把那个罪轻本刑三年以上把它降低啦。哦，我认为是罪轻一年以上就好了。哦，更低也都没有关系啊，然后再来最后是有关这个律师，像律师、会计师要不要纳入这个？我是觉得真的太粗糙了。你怎么会把金融机构跟这些专业人员的列在同一个条款？这根本是不通的，因为这个是不一样，因为两个的保护规范目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呢，你说这个律师好了，因为现在哈，我是觉得你把它列进去，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申报啊。因为就金融机构来讲，他一笔一笔看，我们可以很容易，比方说一定额的话，现在是50万。对，那可疑的话可能是数次，可是呢，你要想律师他就是一个案件，如果律师如果办了一个不动产案件，那如果按照现在的那个金管会颁布的那个办法，他几乎都绝对要申报啊，那这个谁还会相信律师啊？所以我是觉得，考官这个真的是太粗糙了哦。所以呢，在关有关呢，目前刚才有律师提到，在我国。关于呢那个律师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保密还没有很健全的时候，绝对不要贸然的把这些专业人员列进去，我是坚决反对的哦。除非你把那个配套做好，那更重要说，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顶多在这里行政方法定一个刑事规定，让各公会自己去自律。那自律的话，当然呢这就是道德条款了。但是我认为至少有就是告诉你自己去做嘛，对不对？那至少在现阶段，由国家去深入，甚至去破坏哦这些专业人员跟他委托人之间的保密信赖关系，我认为绝对不妥哦。我的话就在这边。好，谢谢吴教授哈。那下一位，我们请台北科技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所的李杰清李教授。主席，各位贵宾还有长官，大家好。那我今天呢，很荣幸呢，针对这个公听会的提案呢，做了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了解了。那我是觉得说，针对第一个议题来讲的话呢，重大犯罪的范畴跟界限来讲的话呢，这个在立法例来讲的话呢，除了有一个门槛的刑度的一个规定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列举的规定啊。那目前来讲，修法草案的话呢，是把一般财产犯罪的这五年以上的这个规定的话呢，建议修正为三年以上啊。那我是觉得就是说，相关的犯罪来讲，洗钱犯罪，因为它必须要结合前面的前置犯罪啦，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前置犯罪的这个刑度来讲的话呢，那通常来讲呢，跟两个竞合的结果来看的话呢，那事实上把五年以上改成三年以上来讲的话，事实上来讲的话就是。看起来刑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呢，在时效上面来讲的话呢，也不能就是发挥它原来的这个作用了。所以在这一边的话来讲的话，改成三年以上，或者是刚才有学者专家建议，就是参照国外的立法例改成一年以上。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一年以上的话呢，似乎太低了啦。那三年以上的话呢，应该是一个适当的。那至于说后面的话呢，删除那个所谓的立德的那个相关的条款的话呢，那因为那个立德的金额来讲的话呢，对一般的财产犯罪或者洗钱犯罪来讲的话，的确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处罚的障碍啦。那这边来讲的话，我也赞成就是删除这个立德的这个条款。那总而言之呢，根据这个重大犯罪的这个选择来讲的话呢，那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
一个门槛的这个限制来讲的话呢，都有不尽周延的地方。那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用列举的方式。那至于说这个列举的方式的话呢，怎么样产出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参酌四种的情况啦。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侵害法益的高低啦。那第二个呢，产出这个犯罪所得的几率跟它的高低。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就参酌我们国家社会的产生交易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第四个来讲，参酌国际对于洗钱重大犯罪的一个列定，这四个标准来选择我们国家适合作为洗钱前置犯罪的这个重大犯罪了。那这是有关于第一点提纲的个人的见解。那第二点的话呢，是有关于非金融事业人员申报义务跟职业上保密义务的冲突跟协调的这一点的话呢，那申报义务的这个事切的范围的话呢，那我个人是觉得啦，这个事实上来讲，应该从就是一个本质上来作取，就相关于就是金融机构里面，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说，身份的确认，然后第二个呢，相关记录的保存，然后第三个来讲的话呢，然后才是就是说有可疑的情况的申报。那可是呢，我们这边所列为非金融机构的话呢，第一个，这真正的交易人是谁？来交易的人实际的身份是谁，并没有相关的记录，就是确认身份。那第二个来讲，也没有相关的记录。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那我们这边牵扯到就是，申报的这个义务了。那申报的义务的话，你很难去要求这所谓的非金融事业的人员，他有一个判断，或是说有这个专业的一个取舍的这个一个权限。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事实上是会造成一些执行上的一些障碍啦。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啦，特别是像比较身份属性比较特殊的，像律师啦、会计师啦，像这一类的专门职业的这种工会来讲的话呢，事实上应该不是单纯的合理的怀疑啦，而是应该要到达就是说比较可能知悉啊，刚才法定上有讲到就是知悉的这个德国法这种知悉的程度啦，但是我觉得也很难要求到在那个现场上是知悉，但是如果是说有可能这个知悉的这个程度的话呢，那事实上呢他可以申报。那至于说向谁申报，向谁申报，那法制上的话呢，在十几年前吧，我大概就有写一篇的文章啦。那像律师这种专门职业工会的话呢，是向他们的那个工会申报，但是呢前提是说让向工会申报的这个同时，工会申报之后呢，他能够做什么？那事实上呢，只有再转出去而已嘛。那所以这样他受理这个申报，他的意义何在？那我觉得呢，像这样的相关的法制的话呢，我们可以参考日本他今年才制定的这个有关于就是这个类似我们台湾洗钱的这个规定。他以前来讲的话，他的受理申报的机构的话，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金管会，类似我们的金管会。可是他现在呢，他的申报机构呢改成公安委员会，他因为他有执法的权利，他也可以国际情资的交换，已经到这个层次去了。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些专门职业的工会，他们要这个申报的话，那这个申报的直接的单位的话，与其让职业工会他去受理这个申报，而是代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还不如直接在我们现在的我们的金融中心法务部调查局。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它的落实的情况来讲，还有它的使用应用的效率，还有保密的方式来讲的话，也会比较周全啊。然后呢，比较有一点要事实上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申报的义务跟他在业务上应该守密的义务，这两个事实上是冲突。可是我看我们现有的法律，事实上这边已经免除他这个业务上应该守的秘密的义务，那这一点在国外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争点。可是好像在台湾来讲，现行法的话就有相关的规定，也没有造成一些
一些好像后遗症之类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是会严重的影响到就是客户跟专门职业人员的信赖关系啦，哦，是这样子。好，那至于说那个仪式第十条仪式这个洗钱的这个就怎么样认定，那我想呢，像有关于职业工会来讲的，因为这个认定来讲是要很多的数据来勾稽来过滤来确认，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是很难要求实质认定啊。那这边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工会这边的话还不如就是直接向这个华埠调查局申报的话呢，可能它的时效会比较高一点。好，那至于说那个没有申报的话，这一类的话应该是要罚还呢，还是由工会惩罚的事由来讲，那尤其在这个律师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参考那个日本的做法来讲的话，他是就是先把相关的惩处的规定在他们的那个律师工会的章程里面先明定，然后呢，以违反律师工会章程的规定，然后是属于情节重大的时候，这个变成是应付一个惩戒。那因为律师职业的一个特殊性啊，所以我想这边的话，那个行政责任的话呢，似乎不以罚还为宜啦，应该就是以工会来惩戒的这个方式哈，来进行会比较完善啦。那至于说那个以其他法规的交错适用的问题来讲的话呢，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洗钱罪跟前置犯罪这边来讲，因为犯罪类型的一个扩张，那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十三条这边在这个法定刑来讲的话呢，它也有做一个上限门槛的一个限制，那它是不得可以超过其重大犯罪所得最重本刑之刑啊。好，那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缓和相关这个法规交错适用的一个问题啊，那不至于说就是说影响到他本来应该要有的这个刑法啦。那最后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法规来讲贵在这个实践啊，那这个实践的话呢，参照国外的这个立法例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有两个重点可以增加它的时效。第一个，除了我们全面落实法规之外呢，一个窝里反的条款我觉得事实上是有必要的啦，因为你外部的怎么样的一个申报监督的话呢，还不如内部的举发来的有时效，而且证据的取得跟侦查线索取得也比较有用啦。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事实上就是法人的实质的所有因为有些法人或是人和团体的话是变成是私人的道具或是工具，那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怎么样加强这个法人的在这个配合洗钱的这个义务跟责任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重点。那整个法案里面好像似乎没有相关的一个修正。那以上报告到此，谢谢。好，我们谢谢这个李教授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的吴英德吴教授。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学者专家先进还有政府机关的官员大家好我是中国文化大学吴英德那关于大院这边所提的这个提纲仅就我个人的部分我提供一点我的看法首先第一有关重大犯罪的部分就是洗钱防治法官重大犯罪的范畴跟界限那刚才其实蛮多学者专家都有提到关于重大犯罪的定义的部分可是其实我想单就我们这个洗钱防治法规范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要简单来说洗钱就是把一连串不管是哪里来的钱非法伪装成不法来源的那么想办法透过各种程序那么把它合法导入一个状态把肮脏的钱洗成干净的钱的一个状态所以换句话说它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财产的搬移或者是金钱的交易所以在这样子一连串的行为之下其实你要怎么样能够把每一个犯罪的事实行为或者是态样都把它正面的表列出来其实我想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其实从草案的内容刚才吴景清吴教授也有提到就是你已经
基本上都已经把跟这个刑度有关的，甚至可能他都把它列在这个上面哦。那我想，即便是如此，还是有可能会有少部分的犯罪会遗漏啦哈。那其实我有去看了一下，当然或许董委司法部门，或者说法务部调查局或许可以补充，就是说我其实我上去看了一下，我们这近几年来，大概法院哈，或者是甚至有真的因为洗钱防治犯了这个洗钱防治罪而被起诉哦的这个侦查的案件，大概近五年来每一年大概只有数十件而已。好，其实案件量也真的是不多。好，那所以我想至于重大犯罪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定义哦，我想这个真的或许可以值得大院再来做一个更审慎的一个这个评估啦。好，那我就针对第二个部分，关于非金融机构的这个人员哦，在申报义务上跟职业的保密义务冲突上面哦，那关于第一点呢，有关于这个申报义务的适切范围哦，那其实刚才在律师工会啊，包括全联会以及包括会计师工会都有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说其实这会违反专业人员金融这个会计师跟律师专业人员跟他客户之间的这个保密的这个义务啊，所以他们会认为说似乎不应该把他们列进去啊，不应该把他列进去。但是我仅就这个部分提出我一点点小小不一样的看法啊。首先我是针对会计师这个部分哦，因为我想会计师刚才会计师工会也有提到说比如说客户可能委托他们设立公司，好，所以我们只要去查核说到底这个资金有没有到位，好，那但是其实我是从另外角度来看，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有非常大的一个业务量是包括审计的部分，好，就是我每一年要去查核这些相关的报表，好，那么你为了要确保这个报表的内容是正确无误的，好，所以你当然会去了解一下这个企业本身，这个当事人或者是客户本身他的基本的企业运作方式，所以我想在美国法，在美国曾经就有会计师事务所在实务上面透过这样子会计的审计的稽核的阶段，就成功的发现说客户疑似有洗钱的可能。好，所以换句话说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想如果把会计师列入哦，当然我并不是针对会计师工会啊，只是说我是单纯从审计的角度来说是有这个可能可以找得到的。好，那包括刚才律师以及公证人还有包括不动产的这个经纪人哦，其实这一类啊当然我们还要再从规模上面来做一个区别。好，因为比较小型的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律师事务所或者是个人的地震室这种的哦，你要他主动的去侦查，好，那么最后去甚至去申报，好，那么举发这个不法其实很难，好，他也是力有未逮，可能也办不到哦。那这样子的结果当然也会产生排挤的效果，换句话说更直白一点说，只是让自己的客户流向别人的事务所去，所以我也认为这样子的做法可能对于会计师律师或者是其他的专业人员来说，他们可能会不太期待会有这样子的责任加注在他们身上，然后所以我想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可以在更加周延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把它做一个规模或者是类别上面的一个具体化。那么更进一步来说在国外的事务所呢，稍具一点规模的呢，甚至他会在事务所的内部呢，成立一个工作组哈，或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部门，针对可能疑似洗钱的一个防治哦，来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规范或稽核了哈。不过当然这是回到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哦，你还是要根据这个事务所的规模大小，或者是根据他是单独的一个会计师哈，或者是他是复合的，比如说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来做一个区别啊。那么同时当然也包含如果假定要加注他们这些责任的话，那是不是要有妥适的员工训练啊？换言之，我们如果今天规定的要申报哈，那但是如果没有给予他们妥适的员工训练的话，那可能在未来在发现犯罪行为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漏洞。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呢，关于条件的部分要不要排除保密义务啦，我想一定要啦，一定要，因为这个回到前面刚才提到，就是说既然他跟客户之间有这个保密的义务存在，你又要课予他相关的申报义务，好，那
你就应该要给予他免责，好，应该要给予他免责。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要免责的部分是一定是要的哈。那我在这边提供哦，美国的一个判决哦，美国有一个 United States 跟 Acer Young Company 哦，它有一个案子里面哦，在最高法院哦，它特别强调了所谓的会计师的独立性。好，那他这边提到说呢，独立的公共会计师呢，他拥有对公司债权人及股份持有人之忠诚。对公众一同了哈，换言之，最高法院认为说呢，会计师啊，或者是律师呢，他们这一类专业的人士呢，好，除了他必须要独立于他，除了他必须要忠实于他的顾客的义务好，或者是责任好，或者是顾客所委任他的一些相关事宜之外呢，他也必须要能够效忠公众，也就是公众对于这些专业人士的信赖，你也必须要维持的。所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么如果真的必须要课予专业人士相关的申报义务的话，那要不要给予他们免责？好，那么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第三点呢，关于疑似洗钱，我觉得这个疑似洗钱太复杂了，因为现在可以疑似洗钱的方式很多啦，你有人头账户啦，跨国交易啦，境外公司啦，礼券啦，好，支票啦，贵重金属啦，人头买卖，其实太多了，所以你要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怎么叫做仪式，让这些具有申报的义务的专业人士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我想可能之后怎么样来把它列举或者是教育训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那第四点，关于申报单位到底应该是法务部调查局还是应该是各职业工会，在这个地方我是比较倾向应该是法务部调查局，那当然其理由是因为它具有公权力，所以司法机关它在侦办啊各方面的速度都比较快，因为这个钱我想是来无影去无踪啊，所以你要很快速的把它做一个留置，甚至你把这个钱扣下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五点，关于申报未申报的行政责任到底是罚锾还是工会惩戒，那回到我刚才说的，我认为如果你要课予这些专业人士申报的义务，那我觉得好在责任上面应该要减轻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要委由工会来惩戒就好了，你不要用那个罚锾，就是说你该申报不申报我就罚锾，那这样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一个状况，当然第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不报，那第二种情况是大家都报，那如果都报的结果就是可能这个法务部调查局自己就先被瘫痪了，因为疑似的我都通通都报给你嘛，让你去查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委由工会来惩戒会比较合适，那么回归到律师或者会计师的工会来做一个处理啊。那最后一点，关于跟其他法规的交错的部分，我想会交错的法规很多，刚才很多学者专家都有提到，那我最后只提最后一点了，就是说我想洗钱防治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不在于说我们要让洗钱这个行为消失，事实上也办不到了，但是我们只是尽可能让这个门槛变高，也就是说想要洗钱的人他必须要透过较高的代价或者是较高的这个行为的太阳，甚至是复杂的行为太阳，他才能够达到他想要的目的。那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垫高这个门槛的话，那么我想至少就这一个方面来思考的话，那么防治洗钱我想还是有它的必要性跟它的功效。以上，谢谢。谢谢吴教授。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下一位我们请这个明传大学的詹德恩詹教授哈。那詹教授讲完之后，我们先休息十分钟，让大家上个洗手间哈。好，谢谢。主席。各位与会的先进，大家午安。其实站在这里百感交集，为什么？因为1997年洗钱防治法刚开始施行的时候，我是法务部调查局的承办人。APG 2001年评鉴，我是跨部会的承办人。当时我在法务部调查局，我的对口现在就是坐在下面的林邦良林司长。然后我到金管会服务，在王局长麾下，那时候王局长是主秘，我也负责这一块。20年过去了，我们洗钱防治法是全亚洲第一个洗钱防治法。当然，我现在这个换位置要换脑袋，所以下面如果说讲的话有去得罪过去的长官同事，请多包涵。
我首先呼应刚刚吴景清老师讲的，重大犯罪真的太粗糙，真的太粗糙。我看到有些版本改成一年以下，这个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要改成这样，那我就好比他是流刺网，那你就不要叫重大了，你就改成犯罪就好了嘛，对不对？哦，这个议题其实在我刚到金管会检察局服务的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洗钱防治法修法的时候就提过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再提出来？那个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嘛。那一年以上有期徒刑，那真的就不要把，那就把重大两个字拿掉。如果国家的政策是这样子的话。第三条，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粗糙，就是把第十五条特别洗钱罪摆进去。我们先去讲一下特别洗钱罪。特别洗钱罪讲清楚，洗钱防治法草案第十五条在讲什么？就讲车手嘛。那你今天我们去查查看，司法院的这个长官在这里，法务部的长官在这里。车手多数是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他多数都是经济弱势。你我不会去当车手。然后车手已经有特别诈欺罪来处罚了，然后你又去框一个洗钱罪。他有没有？我有一些东西，我有提书面。他有没有去这个所谓的一罪两罚的问题？这个其实山田老师，我记得林山田老师在我在1997年在洗钱防治中心的时候，山田老师就跟我讲：“得令堂切他高卡加偏去。”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特别是我2001年去读博士班的时候，山田老师跟林东茂老师还在讲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只能讲说：“老师，我人言为轻，我实在不能做什么。”那今天换成我是学者，我要讲这件事情。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子？当然，我绝对了解现在法务部调查局、金管会都面临2017还是2018 APG 的下一轮评鉴。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有我们的国格。不是老外讲什么我们统统买单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要思考一件事情了。那再来，我要提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谈洗钱防治法的第七条非常好，现在把 KYC 跟 PEP 要把它摆进去，就是说你要去对客户要去了解，要去做一 PEP。 但是在这里我要帮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来讲些话，就是说今天KYC 不做 ，PEP 不做，洗钱防治法要罚到500万以下罚款，这根本就是叠船架屋。为什么？因为金控法也好，银行法也好，本来就有对内稽内控不落实，就有罚款了。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再去加这个东西呢？难道就是满足我们舆论的压力，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车手太多，我们不这些东西，那我们的法律如果是这样制定的话，那我们真的读法律的人真正的是切达高卡加平基。各位去思考一件事情，本来就有的东西何必再去做？而且金管会在做金融检查，他要去执行金控法、银行法，所谓内机构内控不落实，他其实比洗钱防治法更容易。因为洗钱防治法你还要去认定说他是不是疑似洗钱，刚刚有学者讲到疑似洗钱怎么定义，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嘛。你难不成要像所谓的内线交证券交易法157之1的重大消息要一直去增加把它列出来吗？永远修不完。哦，那再来，我们提到刚刚这个很多学者都提到了，工会也提到了，我们对于从业人员，也不是就所谓的非金融事业人员申报，也就是所谓的会计师、律师，基本上他们在职业上他本来就有守保密的义务，这个刚刚很多老师已经讲过了。再来就是说，怎么会叫他们的工会去接受申报呢？这个单副处长最清楚了，调查局洗钱防治处以前洗钱防治中心在建制受理申报系统的时候，当年1997年是要动用第二预备金，因为那个系统太贵了。现
现在国家财政那么困难，然后你叫工会说每个人去给我建置一套系统，真笑哎！各位去想想看，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如果受理申报依照 FATF 的概念，它是叫 FIU， 叫做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全世界也没有人在搞两个 FIU 的，各位。你如果律师工会一个 FIU， 然后会计师工会一个 FIU， 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又一个 FIU， 那我们真的又是创世界奇迹。就跟我们有人在讲说，到底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做 AML 跟 CFT 要不要证照？我跟主席已经跟各位在做先进报告，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做 AML CFT 的人要有证照的啦。那个证照怎么来？那个证照是美国在佛罗里达有一个盈利性组织，announce一个证照叫 CAMS。我在2012年到美国拿 Fulbright 到美国去，我还特地到 Deutsche Bank， 到 MetLife， 我问他说这个证照是 necessary 还是 option？ 他告诉我是当然是 option， 他怎么会是 necessary？ 他是盈利组织办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因为一个金融机构的行政为师，他就是没有去申报疑似洗钱交易，然后变成好像是全国的金融机构都会洗钱。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可笑的。那还有就是说，这些从业这些这个非金融事业人员申报，他如果不申报，谁去检查？法律定在那里，不是画在那里。各位去想想看，我们银楼要不要申报？我们银楼很早就要申报了。调查局洗钱防治处最清楚，银楼申报过吗？谁去检查银楼有没有申报？再来一个就是，我们金融机构申报，我在9月份的法律院刊有一篇小小的论文提到，我去统计10年的数字，我们的银行反而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比较有问题的是证券商，银行一年可以报6000多件，证券商一年报5件。这个我觉得是真正 APG 要来评鉴，他会非常肯慎的问题。我跟各位报告，我去接受过 APG 的评鉴员的训练。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后年还是明年一定很惨。哦，那再来一个就是。刚刚也有学者讲到，也有这个非金融事业人员，就是工会讲到，他如果受理的话，他还是一样转一手啊，那有没有什么必要、啊？所以当然，如果真的是国家的政策要申报，我比较支持还是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因为第一个刚刚是预算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只是转一手，第三个你根本没有 database 可以去勾稽，所以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哦。那还有一个，刚刚也有老师提到。就是说，德国排除为自己重大犯罪所得洗钱，这个也是山田老师在世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当承办人，山田老师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情，我都还记得。我没有把老师的讲的话忘记。你不能，那个是不可期待性，自己犯罪他就是会洗钱嘛。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处理掉？还就是我们现在把原来的第二条的第一项拿掉。然后我们通通盖锅进去，就变成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第三条，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现在假设要修，利用现在民企可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修一部真正完整的法，而不是很粗糙的就把它端上去？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詹教授哈。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哈。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刚刚来到的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政系的谢立功谢教授。好，那现在我们下一位就请台北地区公证人工会的理事长周嘉颖周理事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在此我代表我们公证人工会提出关于这个洗钱防治法纳入公证人的一些意见。那当然，对于重大犯罪的范畴与界限，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于申报义务的范围是否要纳入公证人，在我们工会立场是并不赞成的，因为基本上这个有法治的一些。纳入公证人的一些理解上的谬误，因为，跟我们的理由跟司法院的意见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台湾的公证人跟那个洗钱防治的组织，他们认为的那公证人的职位的内容是并不相当的，也就是说，在如果是以法国为例的话，法国的公证人是他在不动产的交易上面是一个一条龙，他是兼具了。不动产的这个类似代书的角色，要把不动产交易从资金流向，然后资金的专户又设立一个 escrow 要做，把钱要收进他的户头里，然后要完税，这些整个流程他必须法国公证必须监督这个到最后不动产移转完成为止。那所以法国公证被纳入洗钱防治的范围内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们就是涉及到了金钱的交易往来，所以他会接触到。财产，所以在法国那个有义务要申报有嫌疑的资金来源的，就是公证人律师还有金融职业的从业人员。那是在法国，是因为他们的公证人的角色的制度。那但是在台湾，就像司法院所说的，公证法第38条在当初民国88年修法的时候，就明文禁止了公证人居间介绍贷款或不动产买卖行为。那以维持公证人职务地位的中立性及公正性，所以公证本来就不得假借职务上利益图利第三人或什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像这个拉丁公证制度的国家，是受委托去办理所谓的不动产交易的信托账户的开立还有管理，所以我们并没有管理当事人任何资金的问题。最多照目前。民法166之1的规定是在不动产的物权的得上变更必须经过公证人公证，那只限于契约的文书本身，所以也不会去审认到资金流向的来源的问题。所以既然不会公证不会接触到资金流向，就无从去作为一个申报义务洗钱疑似洗钱防治的一个义务的一个主体。那所以这个公证人就无从怀疑当事人会做所谓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第2条所各款所规定之洗钱行为，公证人不会在职务行使上本质上就我国公证人就不会接触到这些可疑的资金流向，所以这个纳入是大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一个前提啦哈，就是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反对说。就是只是照抄西方的一些法律规定就把公证人纳入，这是绝对是错误的。而且我们的公证人结构跟他们的结构并不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行公证制度是双轨制，所以有法院的公证人是归司法院各级地方法院管辖的，还有民间公证人是依这个也是司法院是主管机关，可是有各个职业工会管辖的，所监督的。那么在这个上面所列的，那为什么申报机关会只有职业工会在这个第二条讨论提纲第二项的第4点跟第5点就想要申报单位是职业工会或是构成工会惩戒事由，但是明明就有法院公证人的存在啊，那法院公证理论上要适用相同的规定来做洗钱防治，如果你把它纳入把公证人这个职业纳入申报范围的话，那在法条上显然是遗漏了
法院公证人的这个部分，而且在公证人的民间的专职公证人的部分，还有律师兼办认证的部分，所以其实台湾的公证结构跟西方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职业的组合，所以在这样的草案上，就直接把公证纳入，就把公证理解成全部都是民间公证人归工会来管辖，或依工会来惩戒或自律，或者是申报的东西由工会来申报，那显然是遗漏了这些法院公证人还有律师兼办认证的部分的一些适用，因为我们公证工会所辖的会员是专职的民间公证人，而不包括律师，律师还是归他们自己的职业律师工会所惩戒。那这个东西在制定任何的洗钱防治，对于我们即使要纳入的规范上，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制定上会有一些困难点。好，那这部分我们要一并说明。而且公证人因为有高度的国际性的问题，公证人受理的文件可能要到世界各国去使用，但是你的文件上所涉及可能有资金的流动的，那也只是 paperwork 文件上的问题，你看不到任何钱从哪里来的概念，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前阶段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后阶段行为，但它不会告诉你钱是从哪里来，因为公证人也没有义务承认到金钱资金流向的问题，因为在公证法上是规定说，认证你只认证文书上签名人的真证，即使他在文书上签名，这个文件可能是涉及要洗钱，要把钱汇到国外的文件，但是因为在我们公证法的规定，就是只确认当事人的签名为真证，然后它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我们国家的法令或是公序良俗。那但是你说回到是否审这公证人怎么去审认说这个钱要流出国外，到底有没有涉及到洗钱防治的问题？在目前的我们主管机关司法院给我们的一些相关规定上，完全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或是规范，或是函示，叫我们怎么去遵守这个洗钱防治的规定。所以，当事人有一笔海外的交易，他要请我们去认证他的签字属实的时候，我们无从去知悉他是否跟洗钱有关。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文件来源是很繁杂的，而且有时候是很琐碎，只是一个交易过程的一小段，那他的文件也许跟钱有关，也许只是某一个洗钱行为的一个很小的片段，但是那个东西是很难去，公证没有办法去参与资金流向的时候，他是很难去认定的。那这就是以上工会意见，所以基于刚的说法，我们并不赞成把申报义务的这个范围职业范围纳入公证人。以上报告。谢谢台北地区的公证人工会。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蔡坤州蔡律师。主席，各位委员跟在场的所有先进，大家好。今天报告主题是有关洗钱防治法的部分。不好意思，下一页。那再下一页。好，那因为刚刚其实已经很多先进报告过了，那所以我这边就很简单的就两点，提供一些意见给在场的委员作为参考。那第一点呢，是关于就是说，目前台湾的洗钱防治法的体系，其实它是二元化的。那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少先进提到的。那目前的话，其实可以粗分为就是说，由这个法务部主管的洗钱防治法，那以及呢，由这个金管会银行局依照银行法所制定的一些跟洗钱有关的内稽内控的办法。那首先是洗钱防治法的部分，那它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调查局，它的目的是在于就是说，它是作为刑事犯罪侦查以及呢防治呢所谓的犯罪型的这个洗钱活动。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以银行法为这个法律依据的这个洗钱防治的一些规定，它的主管机关是金管会银行局。那它的规范目的呢，其实是在建立银行的内稽内控办法，以及强化金融监理。它的法源依据是依照呢银行法相关的内稽内控的办法，以及它的法则。例如说这一次赵峰他被重罚1000万，其实他并不是依据洗钱防治法，
而是依照银行法第129条的相关规定。那实务上其实真正在运作在施行的其实是银行业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的注意事项，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向跟各位说明。下一页，好，那这边呢附带的跟各位说明一下洗钱防治法的罚则的部分，因为刚其实包括很多先进都有提到，就是这一次在修法的内容其实针对这个相关的罚则都有提高。那我这边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因为目前二元制的这个洗钱防治法令，在洗钱防治的法的部分呢，它主要是把这个相关的洗钱活动定位成是一个犯罪行为，所以它主要是跟刑法的相关规定一样，它是以有期徒刑跟罚金为主。那另外呢，它在这个银行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附带性的一个附加性的规定啊，它并不是它主要的规范的目的，它是规定银行它有一个通报的义务，但是这个通报义务呢，因为它只是一个附加性的，所以它并没有规定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罚款，它只规定呢必须要处这个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目前实务上呢，绝大多数呢过去的少数几则被裁罚的例子，事实上呢也只有罚20万元。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也会说明原因。好，下一页。那反过来呢？在这个金融主管机关的部分，他们如果是依照银行法来执行洗钱防治的法则呢，主要是依照银行法第129条第七款的规定，那他的罚款呢是处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他的处罚的理由是以银行违反内稽内控办法严重。好，那例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例如兆丰银这一次被裁罚，就是依照银行法的规定来裁罚的。而且进一步呢，如果就是说银行的负责人跟职员呢，确实呢他有涉及这个洗钱犯罪的话，除了他可以依照洗钱防治法的规定来处罚，那甚至呢他有可能会违反这个银行法或者是这个金控法关于金融人员背信罪的规定，因为他这个相关的刑责是更重的，他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呢他有最高可以处到2亿元以下的罚金。总结一下呢，其实目前呢，洗钱防治法跟银行法呢，针对呢违反这个从事洗钱活动，或者是呢这个没有遵守洗钱防治的相关规定，其实已经有相当严厉的一些处罚的规定在。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进一步的跟各位报告。好，下一页。好，那这边跟各位委员提示一下，就是说目前其实金融机构防治洗钱的法令呢，它是依照一个注意事项。那它的注意事项，它的目的呢是第一个当然是打击这个洗钱防治跟打击这个资助恐怖主义。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目的是在于就健全银行的内部控制跟内部稽核的一个制度。那它其实很具体的规定的银行必须要遵守哪一些相关的事项，包括就是说确认客户身份，确认最终受益人，还有呢就是说呢持续的监控呢交易跟这个账户的状况，以及呢建立银行内部的风控跟内控的制度。好，下一页。那除了这个注意事项之外呢，其实这个主管机关针对银行跟针对这个证券期货业，它都有订立类似这样的注意事项，而且它也要求各个金融业的这个专业工会呢制定这个注意事项范本，要求这个银行必须要呢透过这个公司董事会的这个通过的方式呢，建立银行内部的这个风控跟内稽内控的一些制度。那这个注意事项范本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作业的规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防治计划指引。那所谓防治计划指引呢，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 guideline。 好，那总结呢就是说，其实虽然就是说目前针对金融机构呢，主管机关跟各个职业专业工会呢其实都有制定这些相关的法令，但是实际上执行的时候仍然需要有这个反洗钱好或者是法令遵循的专业人员的搭配。好，下一页。好，但是我们现在金融机构其实面临很多相关的问题，首先是法制面的问题，例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注意事项跟这个工会制定的注意事项范本，其实它的法律位阶非常的低，而且它的法源依据其实并不明确。因为刚才跟各位提到这个银行法关于内稽内控的这个依据，其实它并没有办法直接 link 到刚才提到的这个注意事项或者这个注意事项范本。
所以这个法源依据其实是有问题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目前同时有这个洗钱防治法跟这个银行法的规定，所以它的相关法律规定并没有这个一致性。而且呢，这个必须要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银行业呢面临这些相关的处罚的时候，其实这个法律的这个制定的明确性，还有它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这个保留原则，其实都有一些些疑虑哈。那特别是这个这一次的修正草案，其中有一个提案有提到，就是说对于银行这个违反这个洗钱防治法的这个规定的话呢，它的罚款不受法定罚款最高限额的规定哈，那这个可能在执行上可能会有很大的争议哈，也提供给各位委员作为参考。好，那另外的话，在这个执行面的部分呢，其实刚刚很多先进都有提到哈，其实执行反洗钱它本身对于银行哈，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被规范的业者来说，它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一个必须要去执行的一个事情哈。先前兆丰银行发生事情之后呢，他们有请这个汇丰银行的法尊长去做演讲，然后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这个汇丰在这个法令遵行跟反洗钱的花的成本是多少？然后这个汇丰银行的法尊长说是占他们所有的营业成本的十分之一。好，那这个汇丰这个兆丰银行的法尊长听了之后都快要昏倒了，因为十分之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哈。那当然就是说，就呼应刚刚，例如说这个张教授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执行反洗钱的这个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同样的必须要去思考到，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有执行成本的一个东西在哈，并不是能够无限上纲的，一直把这个相关的反洗钱的这个要求一直往上加上去的。好，下一页。OK， 那现在回到就是说，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立法院就这一次公听会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哈。那其实刚很多教授其实都有提到哈，特别在这个刑法的原则上面哈，所以我这边就很快的提到哈。那主要是我想要提的是下面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所谓重大犯罪的范围扩大的话，有一些事情可能要特别去考虑到的哈。例如说刚刚有几位教授有提到，就是说，哎，他这个是属于这个所谓语罚的后行为的问题，哈。那另外的话，他的这个可罚性是怎么样？例如说，刚刚有几位教授提到这个所谓特别洗钱罪的问题，我们真的要用这个这么重的刑罚去面对这个，例如说贩卖这个账户或者是担任车手的这一些，其实只是我们一般这个犯罪上我们认为所谓从犯的，哈，或者是在这个犯罪组织里面是属于比较低阶的这些行为人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思考的。那另外我提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所谓的重大犯罪这一个概念，其实在不同的法令里面是有不同的规定的。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刑事诉讼法第376条的问题哈。因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376条，有一些所谓非重罪的案子，它其实是二审确定的。好，那特别是在洗钱防治法，它有一个前提要件，它是要求是针对重大犯罪的帮助洗钱的行为。那大家去思考一个可能性哈，有没有可能一个案子，他在这个所谓他是不是重大犯罪的帮助洗钱这个重大犯罪呢？他的不同法院的认定发生冲突的情况，这个要如何去解决？特别是如果说有些案子是在高等法院确定，那有些案子却是在最高法院才确定的时候，可能会发生问题。好，下一页。那另外呢，因为今天其实律师工会有派了非常多的代表来哈，那但是因为我自己身为律师，所以我可能也是要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军院参考哈，请直接跳到下一页。好，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说跟律师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大的一些冲突性在哈。那前面的部分呢，我就直接省略，我直接只讲一个，就是诉讼权的保障的问题。那刚刚有很多先进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律师的工作其实包括很多，但是跟这个洗钱防治法的这个申报义务会发生最大冲突的，其实是宪法上其实是保障被告他的审判权。那由这个诉讼权来衍生的，就是说他有这个受律师辩护的这个权利，他不只是一个宪法上的权利，而且是一个宪法所保障的一个制度。好，那另外的话，也要请大家思考，那包括刚刚很多先进有提到，就是说执行上面它其实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申报它并不单纯只是申报而已，它其实包括了对客户的调查，
好，那包括就是说交易记录的保存，包括呢我们要从哪边去取得所谓的洗钱敏感资料，哈，这个资料库由谁来建制，的这些相关的问题，这些在执行上其实都会发生很大的困难。那另外呢，如果说好申报对象的问题，那今天假设我们把这个资讯是直接申报到法务部调查局，那他有没有所谓角色冲突的问题？好，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资讯交换跟资讯整合的问题，这个有没有办法就是保障，就是一方面保障我们客户他的宪法上面的这个辩护权，那一方面呢也不至于会违反到律师的保密义务。好，下一页。好，不好意思占用太多时间哈。那首先呢，我想要就是说很简单的几个结论，就第一个，目前洗钱防治其实是双轨制。好，那其实我觉得说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这样思考，就是说洗钱犯罪是一件事情，那建制洗钱防治的通报系统或金融监理系统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当然这两件事情它这两个系统本身应该要有做一定程度的整合。那但是我们在思考洗钱防治法的修法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把它列为是一个重大的犯罪，跟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需要把它列入这个金融监理，其实应该要去分开思考。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大家要去思考，就是说怎样的洗钱防治的执行成本才是真正合理的。这边在呼应刚刚张教授提到的，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们做这件事情主要只是为了要去针对就是说后年的评鉴，或者是要去配合美国的反恐政策的话，那究竟我们国家或者是我们的金融业者要花多少成本，那这个是大家需要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确实是非常在意就是说后年即将面对的评鉴，那透过修法的方式是不是一个最适当的，特别是在这个评鉴的，因为之前我在主管机关的时候也有面临过这个 IOSCO 的对于证券法令的这个评鉴，那其实它很多的评鉴的项目它是行政命令等级的，或者它是只是执行层级的一些相关的评鉴项目，那是不是需要为了要配合评鉴来进行修法，或者是修到这样子对自己的相关的执行成本提到这么高，我觉得这个是贵院可以思考的以上谢谢。好，谢谢蔡律师。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中华民国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的法规会主委唐飞雄唐主委。OK， 主席，还有各位哈长官学者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我们是属于重灾户了啊。这次纳入来哈，其实坦白这样讲啊，我们是心惊胆跳了哈。前面这些哈学者专家哈，大概每年承办的物件呐哈，大概不会超过500件呐哦。那我们不动产仲介经纪业哈，大概每年大概经手的大概的20-30万笔啊，好，行李会这样哈，40几万笔啊。这个如果要这样做哈，那我看哦，法务部大概哈最少还要再增加人员哈，人力哈，大概要最少5000个人以上，因为我们地震事务所现在也不够这么多人哈。先把今天重点先讲哈，关于这个洗钱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呐哈，那个证明要证对，每次打我们的时候打得哇哇叫。我们是不动产仲介经纪业，不是不动产仲介业，连我们的名字都写错了，这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搞不清楚。好，这第一件事要证明的，我们是不动产仲介经纪业。哪一天大家哈要简略要怎么讲，那个我没意见，但是在白纸黑字上，在法律上条文上，请你证明。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部分，房仲业哈在做这一块哈，向来哈我们不动产做这个仲介居间的不动产这一块，哦，
向来是一国多制，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向来一国多制的，像那个金牌屋啦哦，哎，像银牌屋啦，像农会啊，哦，还有一些非法的都不受我们管制。法务部呢？哎，不要再讲那个哈，我不是针对人啊，那个蔡检察官呢、啊，他是很好的人、啊，我在这再次表扬一下了哈，不然每次都说我在骂他。法务部有说有一个文啊，有一个，我看啊、哦，他是那个是什么？什么时候来的？我看啊、哦，《法律决志》第105/035/11/030号，他上面写啊，说我们这个、哦、虽然32条说、哦、非经纪业怎么样，他说哈、哦，并非一律禁止非具不动产经纪人资格非以营业。非以经营业务为目的而从事不动产好的买卖、互益、租赁之居间或代理行为，关于不动产的这个买卖、互益、租赁等事项，并非限定仅能透过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的经纪业或不动产经纪人为之。你看哦，这打我们的时候打得哇哇叫、啊、要给我们权利的时候、哦啊、把他们拿下走了、啊、艺术工把他们拿下走了、啊、要求我们这个 都要要求，这个真的是很违反我们宪法上保障我们的工作权、啊、所以我必须要先证明一下子、啊、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啊、我们现在所有的授权相关的、啊、当然法务部的蔡检察官是非常的认真来跟我们沟通，这个我们真的是、啊、谢谢他了。但是认真沟通并不代表你结果是对的，你一直要求我们一定要进来说、啊、因为美国要打我们，好，那美国要打我们我们没有意见了、啊，那你进来跟我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做到，像刚刚学者讲的仪式，哦，但是什么行为犯啊，这个我坦白讲了哈，小人啊、我们不裁了，最起码还听得懂一点的哈。有很多时候要去调查客户的相关的资料，我们没有调查权。现在包括我们去查那个客户的信用，到银行去查他的那个联征啊，我们讲联合征信那个部分。屋主授权我们都不一定可以做哦，我们不一定可以做。我再讲一次，我们不一定可以做。现在就说哦，你也在走哦，你也在走哦，哦，啊，你若无走，我要甲罚钱哦。这个台语可以换成文字了哈、哦，还是我要用国语讲了？因为那天呢、哦，我每次开公听会哦，我说台语，他就说啊，这个台语不行了，要用国语讲了，因为是中华民国国语啊。我的意思说，像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如果你真的要我们做，我们如何做？我一直跟法务部沟通说，你如果要做，你要给我们一个 list 的红旗或指引，哪些东西是不可以的，这第一个我们建议的。第二个部分呢、啊，我们希望啊，你在讨论那个相关的，包括那个我因为我们有书面，我在讲我们有书面啊，跟委员报我们有书面，包括那个作业啦哈，那个执行的程序啦，哦，那个像包括它的内容啦，和什么叫一定的金额啦，通过啦，我们要报什么？我们的不动产这个行业哦非常大，不动产经纪业，我再强调一次哈、哦，不动产中介经纪业它有两个业，一个是中介业，一个是代销业，它卖的产品是非常多的，到底哪些是要报的？如果讲假设刚刚讲了，就像陈如。我们长官一直一而再再三交代说，哦，让我们这个是诶多少金额以上，这个很难定的、啊。台北市如果是1000万以上就要报，那法务部要大概要增加2000人，哦，那都会区了哈，1000万以上要报了哈、哦。那乡村区呢，500万以上就要报啊，乡村区较小的哈，乡村区我讲这个哈、哦，我没有歧视的哈。哦，那农舍啊，我也哈比较远的，我卖过那个台南那个追凶鸭哈，2间200万呐哈，哇，小个个套厅也哇好诶哈。如果是500万以上，大概法务部原则上要增加1000人，所以这些东西是你在一定金额一定要沟通好，不是什么金额都可以乱定的。台北市现阶段大概公寓房子起跳大概1500万到2000万以上，那这个金这个等于全部包了，那你高总价还是低总价也不知道，那我们不晓得，所以你这个要一定要跟我们再三的沟通，
我们需要法条上面能够把我们的产业界的意见是把沟通的决议啊，哈，能够跟我们产业配合的哈。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像律师工会也好，或者会计师工会也好，说，或者是公证人工会也好，说那把它排除。我讲真的啦，说在这个公听会，我就可以讲，我们是很委屈的。如果要打哦，地震师工会跟我们中介工会一定是先打到的啦，那我们就认了啦，我们也不反抗啦。说实在的，即便好像怕嘛，怕给给给啦，但是总要来这讲说，你要我们做，你要跟我们沟通，你法条上一定要讲清楚，哪些要报，哪些不要报的，好不好？最后一个，我们提出来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黑名单呢、啊？要我们调查没有调查权，我们也不能查，你很多东西也不能查，你那个要开放啊。比如说这个人啊、哦，不要讲名字了，就像我这样子，长得比较好、哦、壮的。体重多少，对不对？声音比较大声的就列入黑名单，就要报啊。那我们就好，我们就做吧。那我们没有意见。你这个都不做，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做嘛？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尤其把我们纳入来，我们就相当抓狂了。我们的经纪人哈、哦，我们的行业是特许行业，有营业保证金，有什么，通通都涵盖在内的。那我们今天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也都配合，包括我们那个伦理规范，我们为了这一次也是配合地震师跟法务部，好，我们把定进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得要发出来声音说，你如果要我们查，你一定要把黑名单把我讲到那个，不要讲黑名单了，讲指示了哈，请更改一下哈，要那个指示或指引，你把它列出来，我们可以遵循，好不好？就是这样子，谢谢。OK。谢谢这个不动产中介经纪商业同业工会的这个唐主秘哈，唐主委。好，那我们现在补充介绍刚刚到的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廖义明廖教授。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政系的谢立功谢教授。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机关代表，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针对洗钱防治法修法的公听会来表示一下意见哈。紧接着刚才声音非常大声的这个我们主委的发言之后啊，为了平息一下大家，我稍微小声一点发言哈，听不见的请举手哈。其实我想哈，我想若干人知道我的背景哈，其实我应该算是第一代在洗钱防治中心工作的哈。那所以整个从洗钱防治法的立法到后来我们来在法务部等于筹设这个洗钱防治中心到现在洗钱防治处啊，有很多的感想哈。那这几年我也一直在金融研训院或一些金融机构跟大家谈一些如何去防治洗钱哈。那我知道任何的立法都有它时代的背景哈。那这个阶段我们不容讳言，我们出了几个大的事件哈。大家刚才都提到的兆丰的案子，我相信跟电信诈欺这些都会有影响。那当然跟APG 的评鉴哈，我想种种的因素促成这次修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事情的本质哈。我们这个法在20年前，应该是在85年10月3号立法通过，整整的满了20年哈。这个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在追查重大犯罪。从第一条可以看得出来，防治洗钱、追查资金流向只是它治标，那真正治本目的是在追查重大犯罪。所以我想，我们不论是有任何的压力哈。我想这个必须去回顾来看我们立法的本意是什么，我想这个部分至今应该还是没变哈。我刚才特别也问一下我们张教授，因为他以前我在洗钱防治中心的同事哈，我说重大犯罪哦，他英文是 predict crime， 其实应该没有疑问，我没有记错哈，所以他英文的原来的本意应该是叫前置犯罪。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立法目的在追查重大犯罪，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针对真正的重大犯罪？如果这些当从五年以上降到三年，或者是一年，甚至六个月以上的时候，它到底还是不是叫做所谓的重大犯罪？但这个是从犯罪的值来看。另外一方面，或许我们可以说从它的标的，犯罪的标的。但这次我们的方向都是取消了那个500万，删除那个规定。那些诈欺罪的确单一的犯罪要达到500万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也在想，如果今天我们重大犯罪的名称，因为已经20年了嘛，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修正，好，或者叫做前置犯罪？那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立法的思考，因为我们用概括一年这个三年以上，好，假设朝这样修法，那我们列举的话，当然要配套要去把所有非三年以上的，已经是三年以上的就可以删除掉了。可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本来的目的？那难道有一些犯罪它真正的标的假设它超过500或超过一定金额，那我们就不重视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可以提出来的思考。第二个，其实我刚才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原来开会通知只有通知到几个工会，我在想那些其他的工会一定会有意见的，果然跟我所料是相同。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就说这些当然固然是特许的行业，那防止洗钱它的成本到底要负担到多少？还有如果不管是在譬如说刚才不动产也好，工作人也好，假设最后它都不是单纯只是用 cash 的话，换言之它还是会在金融机构里面去申就是说会进出。如果会在金融机构进出的话，换言之，那如果我们把金融机构的这些所有申报或者他们一些防治的部分加强，会不会这样的情形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因为以兆丰来讲，他这次案子他是并不是说他必然是洗钱，但这个案子我不知道最后是如何，只是说很明确的是因为我们有大额申报跟疑似申报这两种制度。如果今天我们要把疑似的申报这种制度扩大范围的话，那当然应该还是在这个公部门。因为工会是不是有公权力或有各方面的能力能够去了解全盘，我觉得这个我是蛮存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疑似的申报假设是在公部门，那我不知道洗钱防治处现在要需要增加多少人。这个是我蛮为我以前的老同事担忧的哈。但如果说这个方向的确好，就是疑似申报制就要扩大到这么多的工会的话，那我觉得更核心的就是像刚才有举一个例子，我前阵子也碰到金融机构的人，他正好举的例子就是说海外跟国内假设是同一个客户，到底有没有办法两边勾稽起来？如果金融机构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有点舍本逐末。换言之，其实今天最重要的要加强的应该还是在金融机构的本身。好，所以这是我粗浅的看法。原来为什么会加诸金融机构这么多的义务啊？最主要的也是希望金融机构第一线从业人员扮演类似金融警察的角色。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要扩大预防面，用什么样子的机制让我们其他的相关的职业工会是不是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这个机制是可以再去设计的。我刚才发言并不表示说其他的那些现在没有列在金融机构的就完全排除他任何去协助的一个义务。包括我印象中当时在协调银楼业的时候，其实银楼工会也有很多的反弹，20年前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让我们再好好的思考，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做重新做一些调整。我想以上简单的发言，谢谢。好，谢谢我们谢教授。好，那下一位我们就请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廖教授。
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午安。我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呢，能到大院来参加有关于洗钱防治法修法的这个公听会啊。那么就整个洗钱防治法修法的一些相关版本当中，我看到资料之后呢，我对于大部分的修法的这个条款，各个版本以及在版本里面所写的各种修法的理由跟意见呢，我都十分的赞成，因为洗钱防治能够扩大到更大的打击面，能够让更多的金融机构的人必须在第一线呢负担应有的这个洗钱防治的义务呢，我想对我们台湾的这个金融秩序啊是相当有帮助的。但是呢，在各个这个修法的版本当中呢，我只有对一个条款的一个项目啊，我是感到十分的疑惑，甚至有点担心啊，就是第五条的所讲的所谓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人员，就是第五条修法当中的后面所加的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啊。在这个条款里面呢，让许许多多金融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金融业以外的各种人啊，这边的各种人呢，可能包括银楼业，也包括了在这边有个叫做以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的从业人员，这样子这个文字呢，对我个人的理解，对我个人对中文的了解来说呢，它的解释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我个人在国立大学里面教书，我个人在国立大学里面教书的各种与其他这个国外的学术机构的各种业务交往、业务互动、学术往来，有没有可能也成为所谓的业务特性，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交易形态，有可能跟洗钱犯罪有关？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我认为是没有可能。但是呢，重点在于这个指定之非金融事业人员呢，他的范围跟他的项目完全是授权由法务部会同中央事业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报请行政院指定，也就是完全授权由行政机关来指定，也就是行政机关认为什么样的行业律师。啊，这个土地业者，或者是重地业者，或任何一个人，你可能有你的工作跟洗钱有关，你就有可能会被指定为所谓的指定的非金融人员，你就必须负担整个洗钱防治的一些相关义务。那这样的一种修法呢，在我个人过去所学的公法的最简单的理论，这些公法最简单的理论的老师们，在最近呢也被提名为大法官，甚至是司法院院长，都很清楚地讲到说，所谓授权要明确啊，授权要明确。如果授权给立法机关，授权给行政机关，如果不明确的话，就很有可能造成行政机关呢以各种方式滥权，干预到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那么这边的授权，在我看这个第修法的第三项当中呢，他强调非金融事业的事业或人员其交适用之交易形态，第九条是排除适用呢，在我认为这几个项目就是应该要由立法院这边明文清晰的明确的把它的范围跟它的内涵予以授权，但现在不止立法院这边在各个版本里面都没有写，反而是把这些重要内容呢授权给行政院来规范。这个时候呢，我个人认为违反了我们过去在公法的学习上面所谓的授权的明确性原则。当然，我不晓得转型正义之后授权明确性原则还会不会是这个立法机关跟我们公法学界非常重视的一个原理原则，但我个人还是认为说，如果这样的原理原则在转型正义之后，我们台湾的各项立法当中都相当信任的，相当认为理所当然的可以赋予行政机关这样的权利的话，那么最近的一则新闻就给我带来相当大的这个冲击。虽然这个新闻呢跟我好像没有关系，在联合报在10月15号里刊登了一个新闻，叫做外商罪院台湾法令充满政治色彩。
他强调说，因为蓝绿，不好意思，对大院有点不礼貌，因为蓝绿立法委员对于 TRF 等各种外资的投资案有相当大的压力，发函给金管会，要求金管会做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么金管会呢，就要求银行如何如何的跟外商来做和解，这个造成的外商在这种事情上面十分的不满，于是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希望未来金管会去台湾的这个政府啊，能够减少行政裁量权的这个对于这个外商对于各种外商投资的这个干预。这边讲到说，他们认为台湾的法令规章目前不仅变动性过大，还充满了政治色彩与人治，尤其行政裁量权范围过大，一向是外商最大的抱怨。那我个人呢认为，这样的一则新闻虽然看起来好像跟洗钱没有关系，但是呢，未来在于行政权在因为立法的这个授权而无限扩大之后，也有可能会不会洗钱防治的这个的所谓的非指定金融机构，这样的这个范围无限扩大之后，造成也对外商跟其他合法的这个投资机构产生许多的义务跟不当的干预，这是我个人所疑虑的。那以上呢，简将我个人的这个一点意见向各位报告，谢谢各位。好，谢谢廖教授哈。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专家学者都第一轮都已经发言完毕，那我们是不是先让政府机关回应？那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第二轮哈。那是不是法务部检察司？赵伟，那以及蔡委员，还有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午安。那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洗钱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公听会。首先是要谢谢赵伟以及司法法制委员会举办今天这样一个公听会，让各位先进对于防治洗钱的业务，提供宝贵的意见。那特别是有很多是对于洗钱防治法的修法的草案，提供了很多法制作业的意见。那作为洗钱防治法的主管机关的法务部，我们愿意将各位所提供的宝贵意见予以纳为我们修法的重要的参考。那底下我愿意就今天大家所讨论的几个问题来做这样一个回应。首先是对于指定的非金融事业与人员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来做一个报告。对于非金融事业或者是人员应该要纳入洗钱防治或者是打击资恐规范以及其他措施的规范跟监理，其实是在这个金融行动小组，也就是 FATF 第22项跟23项、28项的建议里面都有明确的要求。而在民国96年，我们进行第二轮相互评鉴的时候 ，APG 的评鉴员后来给予我们的结论是认为说，我们在这三项上面其实都没有达到标准。他的结论是的评鉴分析是提到说，我们显然未曾慎重考虑将其他类型的特定非金融事业与专业人士来纳入反洗钱与打击资恐的体系。在这里我想说，请各位能够参照一下我们部里面所提出来的书面报告的附件资料第4页哦。第四页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就是在96年的相互评鉴的一个结果哈。那这里是有亚太防治洗钱组织第三轮相互评鉴的程序的规定。那第三轮的相互评鉴，如果是 PC， 也就是部分的遵循与未遵循的项次是高达8项以上，就属于列入要加强追踪的名单条件。那我国目前依照2007年的评鉴结果，在部分遵循以及未遵循的项次仍然是高达18项，高达有18项之多。那其中就是未遵循的10项当中，其中有3项是属于指定的非金融事业跟人员的规范。所以在这次的修法的方向，对于我国第三轮的相互评鉴，当然是有它重要的影响。我所指的是指定的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的部分。所以法务部经过深入的评估，对于这3项建议认为说，如果
仍然是没有加以遵循的话，对于即将到来的107年的第三轮相互评鉴，当然会有负面而且是不利的影响，所以提出洗钱防治法草案的一个修正。刚刚有几位先进，还有包括老师们都有提到说，在第五条里面，是不是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的部分，如果不加以订定的话，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现在的评鉴，它分为技术上面的评鉴，还有包括效能的评鉴。那据我的了解，在效能的评鉴上面，是把金融机构跟非金融事业的跟人员的部分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即使是我们金融的部分是达到标准，但是我们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的部分没有达到国际规范的要求的话，恐怕还是会是没有办法达到国际防治洗钱组织的要求。那再来我要报告的是关于大家刚刚也一再提到的指定的非金融事业人员的申报义务的问题。那有关于申报义务的事切范围的部分，其实在 FATF 的建议里面，在第22项、23项、适用第10项以及第11项、20项的建议，都有规定到他应该有的义务。那其实刚刚几位先进还有老师们都有提到，这边的话我特别再提出来，也就是22.1项里面的D， 好，那里面是特别提到律师、公证人还有其他独立法律专业人士与会计师的部分。好，那这一部分我就不再赘述，那其实大家是已经是非常清楚。那各位可能关心到说，那我这边的客户 保密的义务的部分。那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应应是比较好的？我们刚刚也有听到。听到有专家们有提到说，这个在FATF 的建议。FATF 的第23项的建议里面。它的注释，那确实是有提到说，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及会计师职业保密或者是法律专业的特权范围内，不需要申报可疑的交易。他比如说，他是代表客户来进行辩护，或者是有关司法、行政、仲裁或者是调停等法律义务，这种情形是可以来不需要来申报可疑交易。但是对于这个 FATF 22.1项的 D 的5种交易的部分，它仍然是有申报的义务，仍然是有申报的义务。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特别拿出来做一个报告。那至于刚刚大家也一再的关心，也就是免责的规定的部分，其实在这一次洗钱防治法的草案，我们部里面已经参采国际规范的做法，在草案第9条第2项以及第10条第2项都已经明定，适用洗钱防治法的非金融事业及人员在进行通报时的保密义务是免除责任的规范。那另外一个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申报单位应该是法务部调查局还是各职业工会？那这个问题其实刚刚有几位先进都有花了时间来做说明。我们听起来是大部分的专家都表示，应该还是由法务部调查局这边来担任受申报的一个对象。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其他国家也有跟职业工会来申报这种情形。但是在这里我想说还是要提出来的，这个防治 FATF 的建议里面，它有要求金融情报中心是受理申报机构揭露资料的中央机关。那在我国当然是法务部调查局的洗钱防治处。那申报的机构、申报对象如果不是金融情报中心的时候，我们在107年的相互评鉴，在这样的评鉴过程，可能就会要对于这样的问题要特别说明，说明的内容可能会人家会质疑说，我们的资安管理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对于资讯的管理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做到像洗钱防治处或者是其他先进国家一样的，在资讯的管理上面是不会产生泄露的，不会有个人资讯外泄的情形。那另外，是不是会有一些中央或者是地方
对于这个职业工会要来做受理申报的时候，他如何来做一个统合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必须要加以思考的。那我们在亚太地区，我们是并没有看到说有国家有跟职业工会来加以申报的这样的情形。虽然欧洲的国家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还是愿意把我们所关心的点、关切的点来提供出来，供大家来做参酌。那另外就是刚刚大家也一再提到了，就是有关于重大犯罪的部分哈。重大犯罪的部分，法务部这一次的修法，我们在门槛的部分确实是把那个刑度降低了，我们降低到最轻本刑是三年以上。那这样一个规定跟 FATF 的建议，它是不是相符的？其实是不相符合的。就像刚刚几位老师有提到，好，有提到它其实我们知道说 FATF 它的建议最主它有提到说应该是要包括下列几种犯罪，也就是第一种是依照国内法是属于重大犯罪的类型，第二种是最重本刑为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者是最轻本刑为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那对于这个重大犯罪的部分，当然有老师提出来说，这个是必须要去思考说，我们到底是要来追查重大犯罪，还是说我们洗钱防治法，我们的重大犯罪要不要修正为前置犯罪？好，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问题。好，这是应该要加以检讨的。但是如果是要符合国际的规范，要符合 FATF 的规范的话，因为这个第三项是属于核心的建议，如果这个核心的建议没有符合他的要求的话，其实是会被打为是不符合标准的。不符合标准的话，那结果就是进到加强追踪的名单里面。好，那这个是关于重大犯罪的部分，我在这里也做这样的简单说明。那前置犯罪，当然我们国内的部分，国内相关法制也比较没有使用前置犯罪这四个字，如果要有的话，那当然我们相关的法制作业上面也必须要做因应的一个处理。那另外就是对于应该申报而没有申报，应该为行政责任罚锾或者是工会惩戒这个事由，好，那这个在同样的也是 FATF 的建议，好，他只有要求了，好，就是应该要和这样的要求处罚是要合乎比例，而且具有劝阻性的刑事、民事或者是行政的处罚。什么叫做具有劝阻性的的处罚的话，这当然是一个评鉴上面一个重点哈。那我们就必须要去告诉评鉴委员说，我们过去的资料有多少个案子是曾经有做民事、刑事或者行政的处罚的，而处罚的结果是如何，这必须要拿出资料出来，在效能上面人家才能够看得出来说台湾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究竟有多少。这当然也是刚刚有职业工会的代表提出来说，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惩处的责任的惩处的这样的工作交由职业工会来做，这其实也是我想也是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必须要去认真思考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将来的效能会是多少，会有多好的一个效能，这是必须要去面对，而且也是要将来是要进一步加以说明的哈。总之，这个对于洗钱防治法这样一个修法哈，在法务部担任业管主管机关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但是就像刚刚有几位专家学者提到的，绝对不要因为评鉴的需要我们来仓促的一个修法。那但是我们并不是仓促之间就来完成这草案，实际上从民国96年，也就是2007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做了一些努力，我们收集各界专家意见，还有找了国外 APG 好，那还有其他先进国家的学者专家的意见，我们来做成这个洗钱防治法的修法的一个草案，送到大院来进行审查。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草案能够尽速的通过，因为
尽速通过的话，这个可以对于我们国家资本环境来进行一个总体检，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洗钱防治工作做得越好的话，通常那个国家是越来越进步的哈。因为就像我们的报告里面有写到，新加坡跟香港哈，在防治洗钱跟打击资恐的部分，他们的努力是世界上有目共睹的。那他们这个也都世界上面他们的竞争力都是第四跟第一。但是各位，你们看的，我们在我们书面资料第一页，各位可以看得到说，台湾在2007年洗钱的评鉴相互评鉴之后，我们一直都是被列为加强追踪的名单。这里面有四小龙吗？只有台湾，没有韩国，没有香港，没有新加坡，大家也没有看到中国，大家也没有看到日本，也没有美国，只有看到这些我们太平洋岛国。这其实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啦，哈。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要请大院，还有请各位专家学者对于洗钱防治法给予法务部多多的指教。那我们也希望说，洗钱防治法能够在大院的审查尽速的完成。谢谢。好，那下面司法院郑科长。主席、各位在场的委员、各位政府机关代表，还有专家学者，我是司法院刑事庭的科长郑尧忠。那今天针对洗钱防治法的公听会，听到各方的意见之后呢，司法院意见基本上就如同刚才各专家委员学者对于几个争议的重点，就是重大犯罪的定义，还有特殊行业别是否要纳入，以及有些相关法律是不是授权明确的原则，那司法院已经在提出书面意见做加以说明。如果主席或者是各政府机关对于司法院还有其他必须要提出说明的，我们会后再把它带回去做说明。谢谢。好，那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徐在一有没有？没有。那外交部有没有？没有。陆委会没有。财政部没有。金管会，金管会你们没有啊？主席、各位委员还有与会的先进哈，大家好。那因为今天非常高兴，金管会这边有说要参加列席今天准备的这个贵委员会举办的这个公听会哈。那针对刚刚学者专家所指出来的这个有关金融机构办理洗钱的一些问题啊，那事实上我们那个金融业目前，其实我们目前相关的规范哈是放在工会的这个。工会的这个范本，还有我们所定的这个应注意事项里面，那当然这一次法务部这边提出来的洗钱防治法的这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已经把我们现行的一些相关的规范，还有范本里面的一些规定，其实都把它提升到这个洗钱防治法的一个位阶。那我想对于我们提升现行的一些法规的位阶，其实在执行的方面其实更好。那我们这边也会全力配合这个法务部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修正。那另外呢，就说我们目前其实面临到的主要就是说，我们金融机构刚刚学者专家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执行面的部分呢，可能在专责人员还有一些执行面的部分，其实问题就是说还是有些没有确实落实的地方哦，比如说在防治洗钱的这些预防性的措施，像客户的审查、记录的保存还有可疑申报这些部分呢，那我们还是有少部分的这个我们的金融机构
不能完全落实。那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兆丰的事件，那我们也针对这一次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深入去检讨。那我们也会目前也正在进行，就是说把我们现行工会的这个范本的部分呢，把它提升的一些位阶到我们目前的注意事项，就是说在洗钱防治法还没有这个修正通过之前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提高目前的一个工会范本的一个位阶到注意事项里面，那把目前的国际的标准呢都把它纳入在这个注意事项里面，然后也增列少部分目前还没有放进来的、还没有跟国际完全接轨的一个项目，那有助于我们在2018年的这个 APG 的这个评鉴，那有两年的，就是说在今年年底之前呢，如果能够修，我们把它做完之后呢，让我们的金融机构有两年的时间呢来做实际上的执行呢，那有助于未来在效能的评鉴的部分的分数啊，的情况会比较有重要的一个提升。那以上呢，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再一个补充的说明。谢谢。好，谢谢银行局长哈。那先中央银行没有，法务部调查局你没有啊？你不需要回应刚刚有大家讲的。主席，各位先进，各位那个同仁，刚才回应那个文化大学吴老师提到的有关那个洗钱犯罪这个有关定罪的部分呢、啊，其实我们本局啊，在那个洗钱防治年报里面呢、啊，每年都有统计，大概就是一年之内，经过一审判决，引用洗钱犯条例现行的条例来一审判决有罪的案例，一年大概是20件左右。过去几年每年都是二十件左右，这20件大概的多数的是警方的相关的这个诈欺犯罪，或者是我们所侦办的地下通缉案件。这主要的是因为受限于这个条例对重大犯罪的这个设限，以及实务上法官或者是在审判的时候本身比较严格的限制所致，所以这个数目是应该是过去几年都是这样数目，可以在我们的洗钱防治年报里面都找得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詹教授提到说，这个每年的申报量是6000件，其实是错的。到目前为止，去年跟今年大概都已经每年申报量是10000件。以上报完毕。那先警政署，你这边要不要报告一下你们的洗钱防治？你们那里有没有参与？我现在比较少，现在案件比较少。所以主要是调查局。卫福部没有，经济部没有，环保署、公共工程委员会、邮政公司、主计总处没有。是好，那现在政府机关都回应完，我们是不是刚刚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各个工会，是不是有要第二轮发言的？可是对于政府机关他们的回应？你不满意的，那你觉得大家都没意见？好，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非常谢谢哈，今天大家所提的这些的建议，那今天这个所有的发言就到此告一个段落。那所有的发言跟书面意见呢，我们都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公报，并且制作公听会的报告，那送交本院的全体委员跟本日出列席的人员参考。蔡委员，你们没有哈？不好意思，刚刚忘。我们也谢谢蔡委员哈，这个一直全程在参与哈。那我想今天专家学者所提的很多的一些的宝贵意见，那是不是法务部能够回去再慎重的去考虑？我想有些东西必须要让它的这个明确性，好，那以及就说它的这些的范围，还有重大犯罪，可能我想几个刚刚所讲的那些问题，那是不是能够好？那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公听会我们就到此结束哈，非常谢谢各位，那现在散会哈。